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自己开的私企，我把它取名为东东私企。我的私企虽然说没有开多久，只是还是有少数的人会来玩，希望也有人会来玩。这里是我模仿一个多人私企的重生点盖的，完全一模一样盖出来的。如果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的话，你应该会觉得似曾相识。然后这里的两栋建筑是有两个玩家一进来就说他要考建筑师，所以盖的。然后这里是我自己。随便做做的村民商店，然后还有最近刚研发出来的监狱指令，做出了监狱，可以把别人关起来，超爽的。然后这一部分也是模仿一个多人社区的传送点，我几乎做的一模一样，就一小部分不一样而已。然后这里就是住宅区啦，只是我这期还没有很多人玩，所以住宅区大部分都是空虚的。然后这两栋雄伟的建筑是由 OP 盖的，不然生存玩家不可能盖到那么屌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资源区看看吧。啊，走错。这里就是资源区，虽然说资源区没什么好看的，还是让大家看一下吧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可爱的 PVP 场中介，在我们世界里面，中介是没有防喷的，所以在这里被杀死的玩家可就可怜了。我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了，希望看到我的影片的人，想要来玩我的书记的人，就快来吧。我的名字叫东东，我的书记就取名为东东书记。如果有要玩的人，可以跟我讲哦。